HK 也知道啊，就是不要让那个对方哇蹲这个好痛，凝霜能走吗？哇，醒来直接一个屁股，对，而且刚好西西过来，哦呦，这一个预判的安全福星，居然是逮到了。变身的位置，凝霜稍微按了一下，看一下皮卡这个位置能够点出被动吗？这边换稍微一下，做的这个没办法，斜吻是转不起来了，直接被奇迹给处理起来。这边的话呢 ，D1 这边稍微扭一下走位，做的哦，素影的大屁股直接坐了下来之后呢，带走两名成员，虽然自己是被换掉了，但气势是打满了。主卡秀烂了，走到哪捡到哪，是直接飞起来。打拉蹲到嘛，先拿了一颗上来，中路这边又换到一颗，过去一个瞬移大绝灭世大屁屁啊，对，再拿哦，好舒服。